是田园，今天和你分享一道三文鱼小米粥，特别适合小孩和老人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超市里买来的新鲜的三文鱼切成块，如果你买的是 Costco 里面那有一种野生的冰冻的三文鱼柳哈，那个煮出来的粥也不错，但是鱼的本身口感会差一点。Happy 吃饭了没有？ Happy 吃过了，吃过了。用不粘锅加少量的油，锅不需要烧得太热，这样子油烟少，另外呢也不会出现焦黑的物质出来，用中火，三文鱼皮朝下煎酥就可以。好，我们给它煎到半熟，不一定要煎熟，但是就把这个煎香，看这个皮， 把这个皮煎香。加盐和黑胡椒粉，咸香到了。我现在火关掉了，然后我就主要是把这个皮给弄香了，主要是要这个皮。皮上面也撒一些盐和黑胡椒粉。好，现在把它取出来，不要熟啊，不要熟，不要熟。中间还没熟。然后利用这个煎鱼的油，我们把新鲜的香菇片，还有胡萝卜丝，再加上西芹丝，这个呢量多量少你可以自己掌握哈，给它翻炒一下，炒软就可以。先炒软。好，加一杯水进去，把它烧开。把这个香味给煮出来，然后我们用它来煮粥。这个就做成汤是吧？对。准备一口砂锅，里面放小米，洗干净一下。好，现在把这个水倒进来，去熬粥。再加点水，这个水量呢就是完全看你喜欢吃浓的粥还是稀的粥，随时可以调整。今天外面出太阳了，但是气温很低，-12度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，你看一下这个小米呢基本上熟了，但是还不是很烂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三文鱼放进去一起煮，让它这个汤汁在里面。小夫，你要里面有味道我们就加点盐好吧。少一点，就一点点盐。对，早晨吃稍微清淡一点。这个三文鱼的鱼的鲜味进入汤以后，这个粥就很好喝了。好，特别好。但是要看哈，三文鱼有厚有薄，就是刚刚熟透就可以先取出来了，不要把它煮得太过就柴了。刚刚熟透，应该来说煮它3分钟到5分钟就透，就看你前面煎的多透。我们从这里可以偷看一下，里面看到没有？这里可以偷看一下，里面刚刚好。先摆盘，我喜欢让这个小米呢多煮一会儿，煮慢一点。三文鱼先摆盘，小米用小火煮烂一些，口感会更好。好，现在关小，让它继续熬。这是咱家种的豆苗，也可以放其他的芽菜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豆苗放进去烫一下，很长的豆苗。你可以放其他的蔬菜。好了，特别提醒，煎三文鱼的时候火不要太大，
快煎熟的时候，最好关火，利用余热把它煎酥，这样不会出现那种焦黑的物质出来。尝一下这个粥的味道，有红萝卜，味道很好啊。啊，那个我们家里，我们家种了特别多的芽菜，就随时可以加点芽菜。早上冬天啊，青菜就都有了。这个鱼肉啊，刚刚好熟的时候是最好的，它的鱼肉是非常嫩的，这时候会比较好吃，不要给它煮柴了。然后我们通过煎那个皮的这个香气呢，煮成汤到这个小米里面，这个小米粥也很好吃。你看这鱼肉还是很嫩很嫩的，这时候是刚刚好的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这个粥很鲜，鱼又不腥，这样的早餐舒服。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因为只要乔夫说喜欢，我就纳入我的100道早餐的计划哈。大家可以关注田园生活分享啊，阿婆的100道早餐，好吧？那我这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So luminous and vibrant.